去年开肥料行的水南乡湾西船长黄雄，最近接到真侪农民反映，表示这种大肥公司生产的肥料内底，大约有两三公斤的土沙。伊讲这包新开的看起来真正常，但是浸水了后，就出现这种土沙粒啊。啊，这肥料拢套海沙啦，凹礁啊啦，拢规个礁啊，啊个海沙，啊倒了拢袂溶就对啦，水浮落。规半个月原则袂样。为了要证明唔是乌白讲，船长以及所有农民，带记者到田里来会勘。顶年十二月左右，将肥料经过灌溉水排放流施肥了后，水沟拢出现一层白白物质，拢袂样。用手甲摸起来，一看应该就是土沙粒啊。一包草，真多啦，咱都落来拢唔知影啦。迄地吼，往个青地啊，咱个沙那个青地啊。啊倒嘞，啊互豆豆墙，啊嘞，拢有几斤嘞，拢几斤重嘞。农民将新开的肥料，每一杯甲摕来浸水，经过一时啊氧气了后，倒出来就是这种物件。农民讲，莫怪酸啊，拢种袂大。我拢干啦买，干啦买做土甲沙来一落，啊迄呐也无营养啊，啊结果也无较俗啊。个愈来愈贵，系啊，啊选啊个也袂大。本来那一分地200公斤，即卖三百，还佫一直加落。船长常讲，一般农民的肥料拢用野，所以发觉袂到。因放流的土沙粒啊，流伫水沟拢袂溶，才发现这种恶心的肥料，真正是夭寿骨。到底这种土沙粒啊，是毋是肥料使用了后应该产生的物质，或是恶心掺土石啊来欺骗农民？将有台相关单位化验，厘清事实，给农民一个交代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